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金白臭豆腐这里，我们点了这份姜那个猪肠大肠面线，60块大碗。来顺便拍这个，顺便拍这个，然后拍几张照，还有一份这个，拍几张照，还有一份这个。OK， 臭豆腐大碗。臭豆腐就吃了。没，要不要吃？啊，好，你拍我可以啊，就直接录我啊，我就是那个。直接录的，好，直接吃的。80块，大份的。嗯。没有涨哦。嗯。好吃，好吃。那面筋我先吃哎。你先吃啊，你先拍你的，你吃你的，等一下你讲。我有拍你，我有拍了，你在，我已经拍你了。你不会拍你哦。面筋，大肠。没有鸡啊。我是蛮喜欢吃大肠面筋。昨天怎么回家？你是要无花黑花鱼的？芥菜啊，哦。芥菜 ，OK， 很淡，刚出炉的，淡，好吃。其实我蛮喜欢吃这种大肠面线，台湾味的那种感觉。看周家，你觉得周家好吃？入门感也不错啊，入门感那种。那泡菜是属于比较中性的口味，嗯，甜度、酸度适中，嗯，那这个很脆，比台湾还好吃，比台湾还好吃啊。那你要去吃啊那个。很辣，嗯，我吃一下那个臭那个大肠，你筷子帮我弄一下，我没筷子帮我弄一下。那台湾做面线，我最喜欢吃哪一间的，知道不？啊，顺林夜市一个阿亮。哦，那一间哦，哇，那好吃。那个啊，价钱不便宜啊，那个小碗。怎么不啊？他以前就这样子啊，那个阿亮不阿中面线，阿中面线贵啊，袂得。嗯，大概一种下一种要吃阿中面线。嗯。越吃越贵，然后就不要了。那一根筷子帮我用一下。嗯。你要顺便搓一搓。那属于红面线的。嗯。对，那最好吃。不过更喜欢那个，是应该是阿亮面线，超级好吃。嗯。油乎乎。嗯。辣椒，真的，没你在哪里面的才在这。那你要拍，你主要看好不好？好。那你要放上去。排嘴，用家具，用家具。一路赚钱我去花，你的收益就看你的收益多少，再分给你分红，好不好？你的一面观看率不好，就实行多少，就照那个再分配。所以说你要用心拍，你拍的影片在秀子面要看，我跟你讲就没有钱了。好。对啊。那自己振作一点，阿姐宝，光看你我还要分红给你，看不要不要？不是你以为钱都这么好赚好不好？你知道1000个观看次数只有0.012呢，0.012还不到，0.012美金呢，0.012呢，1000个观看次数才那个秀死，没，那滴到那个都是，我跟你讲。没办法，靠近点啊，靠近点吃。好了，这很好吃，我推荐，美食家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嗯。